还有这个我们的农历新年假期，这两个假期中间我们要这个大大的行销去参加我们农产品，拿的农特产品绝对经得起考验，而且不怕货不货。那这个刚好这个过年的时候，有很多我们旅外的这个子弟要回乡，有很多外来的观光客要来台南观光，正好可以介绍行销台南的优质农特产品，让他们认识、了解、吃到、爱上、且热购。所以我们除了前两个礼拜我们气大这个网络通路能够行销台，特别开设了台南农产品专区，能够行销台南农产品之外，我们特别在实体通路上，借着各个农会能够为我们的农民朋友们，也为这个所有的消费者介绍最优质的台南农产品。那再次祝福今天记者会圆满，各位好朋友、各位议员、各位里长、各位总干事大家各媒体前线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。